歌手容祖儿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可说是无法撼动的，更被誉为乐坛天后。近年来，她除了积极参与电影和电视剧的演出之外，也登上各类综艺节目。工作忙碌的她仍不时透过社群平台和粉丝们互动。近日，她在脸书晒出了自己和弟弟的儿时合照，只见容祖儿身穿洁白上衣，留着一头可爱的短发，小手揽着弟弟的同时还抱着一个洋娃娃，模样十分可爱。而在另一张照片中，她戴着宽大的红色镜框眼镜，手拿黑胶唱片，跪坐在扩音机面前，对着镜头露出纯真的笑容。网友们纷纷感叹直呼，容祖儿家中有着数不清的黑胶唱片，难怪她这么有音乐细胞啊。此外，容祖儿发文时正巧遇上台里台风，她不忘贴心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外出，如果不得已要出门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Bye.